大家好，我是东海管弦乐团的指挥范凯西，很高兴要为大家介绍我们这学期在魏武营音乐厅带来的演出。这次的曲目非常精彩哦。上半场我们将会跟这学期东海的钢琴客座教授 Thomas Rosenkranz 合作演出盖希文的《蓝色狂想曲》，而 Rosenkranz 他也是一位非常擅长即兴演出的钢琴家。那开场我们会带来另一位美国作曲家伯恩斯坦的《Candide》序曲，相信听完上半场之后，大家一定会感到热血沸腾。下半场我们转换心情与风格，由本系的大提琴专任教授古金奇为我们带来布鲁赫为大提琴与管弦乐团的歌曲。压轴登场的是充满波西米亚风味的德弗札克第八号交响曲。 Thomas Rosenkranz 其实他在这15年当中，他其实被东海邀请来超过4次。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东方文化，然后也跟东海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这次他被东海邀请来担任客座教授，也带来一系列的独奏会以及工作坊，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听。那当然就是还有这次他跟管弦乐团会一起合作的演出。那古金奇教授他在东海服务超过20年，对于弦乐组的贡献，对于东海大学音乐系的贡献当然就不用说了。那所以我自己也非常期待这次可以跟这两位这么棒的音乐家合作。我们将于12月12号星期一晚上7点半在魏武营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演出，欢迎大家来，期待见到你哦。